钱要10块钱呢。好嘞。那个一会儿我朋友过来，你就夸他长得漂亮，然后把这个给他。免费的。嗯，你就直接给他就行。好嘞。哎，这很长啊，买两根。车都到了，我走吧。哎，美女，美女。哎，就你了，买两根。给我钱，来。请我，看你这漂亮的姐，请你，给我钱来，姐，请你，这漂亮的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大姐挺瘦的。小时候我妈就老问我，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？这不当饭吃，这是你靠脸吃饭啊？到了，先对付一下。嗯，师傅，你看我长得怎么样？啊？你看我这个面上，你稍微给我们便宜点呗。不便宜，大不人呢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吃饭吧。这不都傻了都？不能吧？不给我便宜啊！这长个痘，哎，要没这痘的话哈，就我这张脸，这顿饭也高就能省200。我天，你行了吧你？那给你用这个，走。这啥呀？这是伏尔加修复膜呀，里面富含伏尔加复合矿物因子，还有2大直接修复成分，助动毛孔加微软修复，还能减少痘痘的反复发生。你用完这个再涂这个伏尔加祛痘凝露，改善油痘肌长痘、油脂分泌过剩等问题。拿出来了，你先回去吧啊，我去上厕所。走吧，走。哎，真不付钱，待会儿跟爸爸抓起来。对呀，咱这眼睛放心。能行吗？我还真行啊！我怎么骗你们似的？刚才两瓶可乐没开，退您3块。是。哦，我们不是没付钱。对呀，这怎么还值多少钱呢？不过这位小姐付过了已经。啊，付过了。王美丽，你。我遇见我的偷偷约会被我发现了。你在哪呢？我在加班呢。嗯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啊，今晚应该不回去了，别给我留门了啊。哦。没人啊。哎。我不见了。啊，我老板找我，你先不跟我聊啊。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刚刚有没有一对情侣过来洗脸啊？没有啊。怎么可能？那个女生高高的，得有150来斤吧。嗯，那个她脚得有40斤吧。哎，你别看她长得一般啊，但是她皱纹可不少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她俩认识可是。你不是说在公司加班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这不是最近熬夜加班比较多，特意来做个洁面。行啊你，你来美容院带我哥都不带我。这不是美容院，这是洗脸吧。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，你听我说，洗脸包区别于传统美容院高消费模式，做一次项目决定一个甜品的价格，我们公司小姑娘都爱来这洁面。那你怎么没带我来过啊？你这不自己来了吗？你全国500多家门店，国外也有店，2022年每个19个小时正开一个新店，连这30平米的店两个人就绑定我，还咱俩开个哈。你别给我画饼啊，你俩这事我还没整明白呢。哥，哎，别装了，哥。王鑫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是不是？你谁呀你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错人了。哎，我说我现在想去吃夜宵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病？我觉得吧，我也病得不轻。要叫你哥吗？哎，不用管他，赶紧早睡了，真是。哎呦天！吓我一跳，你干什么你啊？我这不就这么个事儿吗？不是你俩干嘛的？我俩就是。忙碌了一天的王师傅正在为心爱的人煮一碗热腾腾的宵夜。这也太香了吧，这也可以啊，太有样了，这像样、啊、这小蛋 啊可以怎么样，这感觉在我哥前女友里面至少能排前10。不是，你别瞎说啊。不是前5。不是。不是你谢谢那个你们喝点什么，我给你拿可乐、哦、这也太香了吧。开饭开饭，香了。来让我们干杯。嗯嗯嗯，对，
也太香了吧！我哥是酒店常客，看闺蜜反应。快快登记了，登记了。哎，你好，那个。啊，常客呀，这是。您常住的那间房间。不是什么88大床房。不是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们仨刚来，然后就开一个标间一个大床房。房间在哪儿呢？挺大的，就是。你以前来过。我哪来过？第一次连房我都找不着。王先生。啊？不是。你跟谁来住的？我说了我没来过。你没来过，人都认识你啊？他们认错了，跟我什么事？你头都不抬，你这么敷衍啊？哎呀，没有，我玩斗地主，哎呀，马上就赢了。哦，是吧？还在连炸啊？啊，对啊，你看左下角真人屠游斗地主，最近有连炸模式，起手四五个连炸，超高倍率，但玩的就是一个刺激啊，是挺爽的啊。哎，是敲门。哎呀，我跟你一起玩的。王小姐，配合的小费支付宝还是微信？不是，哎，不是。当我故意把王美丽吃过的东西给哥哥吃，就是一点火的味道。来哥，你尝一口。干嘛？你拿好了。你就从前头咬，你一咬一边一会儿掉了。来来来，你俩吃过，我再去买一根。啥意思啊？你吃臭豆腐了？哎，那好了没有啊？差不多行了。哎，闻闻还有味儿吗？哎呀，我不闻。你帮我闻。哎，你有毛病了。有吗？你放屁呢？你有病啊！好吃。我不爱吃炸鸡啊。你尝尝。你尝尝嘛。怎么样？还挺好吃的。买的喝的呢？那呢？就一杯啊。你家里装修吧，什么点的，吃一点吃一点。你装修的钱你早说呀。那你给我啊。不是，你可以去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应急啊。是吗？打开抖音，点击我钱包放心借，点击计划额度，跟着要求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，等其他资金到账还上就行了。那你再帮我买一杯。买一杯多浪费啊！我这个喝不完，一起喝吧。对，别浪费了。你喝了？你竟然把我杀了！真无语啊！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怎么这么严重吗？不是，没事吧你？去医院看看，怎么弄呢？这个，你让他抱我就好。